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节目，我是杨爽，我是金鹏，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第九届春兰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第三盘棋决胜负的一盘，是由中国的陈耀烨九段对阵韩国的李世石九段。那双方呢，在三番棋当中，前两盘是战成了1-1平，到了决胜局，而且前两盘也都是白棋获胜哈。对。春兰杯应该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一个世界比赛啊，是在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啊，应该是诞生于1998年。那现在是2年举办一次啊。前几届应该都是韩国棋手这个获得冠军了。那么我们中国的棋手应该是。常浩在之前获得过这个春兰杯。那陈耀烨呢，他目前是我们这个80年代末属于我们80年代末的这个年轻的棋手。那他目前是获得过多次的世界亚军，还没有拿到过一项这个世界冠军。在前不久的这个百灵杯，他也是成功的打进了决赛，和周岳阳来对决，但是非常遗憾。五番棋当中他是0-3输了。输得还比较惨啊。对。所以希望他在这个决赛当中能够捅破这个窗户纸啊，拿到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把这个石头给他挑落。对，其实他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我们中国最年轻的九段了。而且陈耀烨本人我看长得非常帅啊，戴眼镜。对。是，他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北京的帅哥。对，那这盘棋，两个人经过重新拆线以后啊，还是陈耀烨执黑。那我估计这个李世石在心中暗喜啊，因为前几盘白棋。对，也可能这种心理暗示会影响这个一些没有经验的棋手。那像陈耀烨，他其实在2007年就获得过这个LG 杯和这个亚洲杯的亚军，他应该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棋手了。所以这种心理的暗示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不算什么。也是久经沙场。对，虽然是小将。这个棋，黑棋。变招了啊，没有走这个流行的太流行的这个中国流。这样白棋对，也走了一个小目啊，黑棋就先来挂白棋的小目。白棋也不甘示弱。对，反挂。对，黑棋选择了这个一间高家啊，这一间高家还不是太常见啊。一间高家。高家。对。对，这是在这个小目挂角啊夹击里边非常积极的一种夹击方法啊，这个离白子比较近。那像这个比较平和的一些夹击的方法啊，就是说更远一路的也比较常用啊，三间夹或者二间夹。高家呢是比较激烈的一种夹击方法。高家我个人的感觉这种就离得比较近的夹击啊，强调攻击，强调攻击。对，但是往往这个人家就是一旦强壮了以后，这个子儿好像就总有变薄的这个嫌疑。对，他是就是说不让白棋马上的脱先。比如说你个远一路，远到远到三间夹的时候，白棋有可能会选择脱先。这种紧夹呢，白棋脱先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小，白棋得马上处理。对，不然黑棋非常严厉哈。对，白棋的应法有跳还有飞这样的应法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这种拖下边拖这等等这种下法。实战他是选择了最常见的单关出头。堂堂正正。黑棋飞。对，这个比较正常。但这个杨老师，这个也是常见定式吗？不是很常见的定式常见的定式呢白棋有这样反夹过来，或者是在这里
第一路啊逼住这个黑棋、嗯、这样呢黑棋冲往前冲，白棋长，然后黑棋有尖出头的，嗯嗯，这样呢白棋压，嗯，黑棋可以尖顶，嗯嗯，把角拿到，对，嗯，这样呢白棋有力，还有这种扳一下、嗯、对，还有急先手这种，对对，把这个子扳住，这样黑棋反加过来、嗯、或者呢是白棋也可以选择在这里反加，对，没有那个尖，嗯嗯，黑棋有上边跳，嗯，底下拖过，对，这种拖的定式下法、嗯、白棋拖的时候黑棋长，嗯，然后白棋藏在这儿，黑棋有粘和挡上，粘是比较厚实的下法，嗯嗯，挡的话目数是好些，对，挡的话这个地方外围白棋这个顶是先手啊，嗯嗯，粘是比较厚实的，对，各有利弊，对，这一带就稍微薄一点，嗯嗯，当然还有跳下来的这样种种的定式的选择。那实战呢，李诗诗他是选择了一个不是很常见的这样的下法，嗯嗯，通过诱惑你的冲断啊，将来把这个子可能要吞掉，嗯，这样黑棋出头，嗯嗯，白棋长，对，黑棋先尖，对，先把这个定式下法，对，把角拿掉，嗯，白棋拐，拐头，这一般啊，我反正我个人挺愿意下这种棋的，觉得很舒服。嗯，就是说，黑棋的实控，角上的实控捞取的非常大，对，非常可观吧？对，这样定式完了，嗯嗯，这定式黑棋的实控还是比较多、啊，对，捞的很多、嗯。那白棋呢？在外围形成了后势，嗯，将来就看这个后势发挥的作用能不能发挥出它的这个作用了，嗯啊，那把黑棋正到先手在这里飞压，那机会来了啊！刚才杨老师说这个后势看能不能发挥，嗯，这个时候如果是普通的这种爬式白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替白棋想到的这种定式选择，但是呢、嗯、这个定式出头之后呢，这是白棋所不愿意走成这样的棋形，因为这一带它的后势啊基本上就被黑棋全部都压扁了，我再继续往前压，嗯，这样效果不太佳，对，这个后势发挥不出它的作用了，嗯，所以实战呢李诗诗他也是考虑到上方定式的选择，他选择了非常激烈的下法，冲断，对，这个比较凶猛啊，直接就冲断，对，充分的想发挥自己上方这个后势的作用，嗯，当然黑棋没有贴，贴的话被白棋这样就扳了，扳了、嗯、这个形状不太好，对，单长，嗯，白棋也长，对，黑棋跳，对，跳下，白棋挡，嗯嗯，这个时候黑棋的下法是值得我们爱好者学习的啊，黑棋这个时候是尖在这儿，嗯，既补了这个冲断啊，又强调自己这些子的出头， 嗯， 嗯，这个白棋挡角，对、嗯、白棋如果飞下来呢，角上被黑棋一飞、嗯、啊，这样对杀，这里边还有拖啊，这个白角不易腾挪，所以他强、嗯、这个还是先把白棋先把角做活，对，白棋挡住，白棋拆二，白棋尖出来，嗯，嗯，尖在这出头，对，然后黑棋
先把这个下边补了。嗯，先安定这块起，就在这儿。对对。嗯嗯，这时候如果你去补这边，也当然也是局部的好点啊。嗯、但是被白棋这样攻过来、嗯，这也是黑棋不愿意看到的。是。嗯，所以他先安定下边，同时也是解消一下自己这个白棋后卫的作用。嗯。那这边白棋就抢占好点。对，白棋反正左边右边啊总能攻到一块儿，黑棋就跳出来，对，出头，嗯，这个地方不能再被白棋封住了， 嗯，这样就被白棋封住，黑棋在里边还要苦活，对，就很危险了，所以这个跳出来是必然的，嗯，白棋也跳，对，白棋补强这三颗子，黑棋阵头，对，取阵，嗯，继续的出头。嗯，对。嗯，白棋，借助攻击黑棋下方的这块棋，也同时加强自己中府的弱棋。嗯，而且如果把自己势力连成一片啊，嗯、那孤棋就变后势了。黑棋先刺一个，这刺、嗯、估计白棋也不肯老老实实接上吧。对他这个刺也是看看白棋的应手、嗯、白棋是并在这儿，对，强调对下方黑棋的威胁，嗯，但并在这儿自己自身他也有一定的这个弱点，就是说将来有个挤、啊、对，将来有一个挤的手段，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这个挤的、嗯、因为这个地方外围黑棋自己还不是很厚实，嗯，但是是总是个隐患哈，对、啊、一旦黑棋变厚了就有了，嗯，他也是强调这个黑、嗯、白棋也是强调这个棋的严厉性，嗯，所以黑棋补了一手，对，必须要补了啊，因为这个这边白棋很厚，啊，这个点一旦出来的话，黑棋的这个死活有问题。白棋拆一，这那这里边就有这个尖了吧？对这个地方，白棋也是在顾及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毛病。嗯嗯，那所以黑棋补后的同时呢，他也瞄着还有这个断白棋。嗯，给白棋得补棋。白棋团。嗯嗯，黑棋接住。对，这样黑棋自己这个外围这个眼形就出来了啊，基本上应该说外围这块棋已经安定了。嗯。然后这个，嗯，白棋点、嗯、这个黑白棋的手段，黑棋不能马上的去冲断白棋，这样黑棋的气有点紧。嗯，或者白棋在这儿先点一下。嗯嗯，这样我瞄着这个冲断来跟黑棋杀气，所以黑棋没有什么把握，先拖一下吧。嗯，看看能不能过去。对。搬的话我断掉，嗯，实战是搬的然后啊黑棋先冲一下先手挡，然后团这个哦，没有去走这个、嗯、先断了，嗯，先断断的，然后白棋吃自己哦，先连了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好次序、这个对对，等于是他挡也是先手，你也要是要占的啊。对，这两个等于就是说白棋走了一手啊，嗯，跟黑棋这个交换了一下、嗯，然后轮到白棋，白棋是打在下边。白棋先刺。哦，先把先手走到。对，这个是先试一下黑棋的应手啊。如果是你以后走的话，可能会有这种被黑棋反腾挪点的手段。那他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的接住，嗯。对。然后这个棋白棋在下面打，打这个，嗯，黑棋嗯不能长了，长被白棋尖虎过、嗯，你再去联络的话，那这个地方如果被轮到白棋走断掉的话，就比较、嗯、对，就轮到白棋去先去走了，嗯嗯，所以黑棋反冲这个是好棋，嗯，这个时候白棋如果提，我长出来。
这个地方有籽以后，马上就白棋外围出现冲断了。对，啊，断很严厉的。对，如果你在外围补的话，那黑棋连等于是先手，你还要再黑棋还要后手，白棋还要后手再连回来。嗯嗯。那，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啊，他就自己先补回来。嗯嗯，单连回。对。黑棋提掉。对，白棋长，黑棋度过，经过。这是白棋的权利，先冲一下。对。然后黑棋连片啊，一跳把自己啊。然后该白棋是补了一手吧？没有，先在这儿，先补的上边。对。对。白现在是白棋没有在这里补棋。嗯。白棋是先来抢占实控，那这个时候补棋呢，白棋也选择了比较这个稳健的哈，预筑在这儿。这个时候如果说这种手脚啊或者开拆呀、啊，他都是担心黑棋在这一带出棋啊。如果是开拆呢，那被黑棋点三三，白棋又不肯啊，在这个实控上啊，这个被黑棋点三三，黑棋就可以成功。啊，把脚步侵消掉了，所以白棋的选择围控的方法也是比较扎实的啊，预筑在这里。当然，黑棋呢，他就选择了来冲击白棋，没有在上方去继续抢占大场，而是先抓住白棋在这里的这个棋形弱点，来冲击白棋。嗯。白棋尖，也是瞄着黑棋的弱点啊。黑棋往回连，白棋就这样，对，强调黑棋的断点。对，黑棋先挤一下，对，粘上，然后再扳一下。对，白棋接，对，嗯，然后黑棋再团这个。对，黑棋这个时候啊，他就选择了分段白棋。黑棋接上。黑棋的下法也是，这个比较强硬啊，就将白棋这样断开了。但是当然黑棋自身其实也存在着这个断点的。这样的杀对杀呢，一旦落后手就会被人断掉。对，现在白棋是不够气的。现在白棋没有马上断。对。那白棋是先在这里断了，先长气。他这两手棋的交换呢，对这边的白棋影响很大。那白棋这几手断也是为了可以断在这里吃这块黑棋。对，把这个黑棋都切断。因为这里有打接不归，所以黑棋只好走在这儿。这个八颗子也不少。然后黑棋是尖在这儿。对。这样黑棋没有办法直接避住白棋的，如果直接避住白棋的气的话，那白棋是不够气的。但是由于这个断了之后啊，你现在黑棋已经避不住了，只好尖在这儿，这样白棋就可以把这块黑棋吃掉了。他这个是先手，对，先打一下，接上，然后再对，然后吃在这儿，这个时候虽然白棋能够暂时冲，我们看可以吃在这儿，但是呢被黑棋外围一粘，你提我在外边一包啊，等于黑棋外围更厚了。对，所以他就干脆吃掉黑棋，吃掉算了。这个没有。黑棋接上，黑棋接上。白棋减气。对，这样等于白棋吃掉了黑棋的十八目棋，但是外围呢，黑棋通过这个弃子啊，变得极其的厚啊，
所以黑棋现在是选择了整体的去攻白棋。嗯，大吃。嗯，白棋跳下来。对，这个整体如果是被黑棋吃掉，那可远远不止这个十八目啊。对，这个必须得跑啊，不能被人吃了。对，黑棋尖。嗯，因为这个角上这个棋得补棋，白棋就跳了。对，那黑棋继续的攻击。嗯，飞，白棋尖出来。嗯嗯，这个时候啊，黑棋就选择把这个，对，这个线超先拿到手啊，先吃掉下边的白棋的十，应该是也有十八目棋了。嗯，所以在这个折冲当中，黑棋从实控上来讲并这个就是弃掉这个啊，从实控上来讲并不吃亏。嗯。嗯，而且还有一个攻击的目标。对，这个白棋这块棋还没有活干净，还没有安定。嗯，白棋还需要做活。对，白棋继续往外跑，出头。嗯、顶。顶住。对。嗯。保持继续的攻势。对。切断。嗯，这个挤其实是在强调这个对于白棋这个断点，但从气上来讲呢、嗯、还是接上这样自己的这个危险性小一点。对，嗯，他挤一个强调白棋这里的断点，但自己这个气装的也比较紧。嗯，白棋接。对，哎，冲，被眼形破坏，白棋接住。嗯，再稳健一点的下法，其实黑棋就把这个子吃掉也是，嗯，比较稳健的、嗯、啊，这里边的味道就都没有了。但是呢，实战黑棋还是选择了，嗯，继续的攻白棋，嗯，强调这块棋没有安定。对，他可能也觉得这个李世石。如果有机会还是应该使劲敲打敲打敲打啊，多占一点便宜。那这个地方被白棋长，嗯，他先先靠一个是手筋。对对，这个形状让这个靠是行。嗯，搬，嗯，连搬也是这个手筋，黑棋打吃、嗯、白棋反打。对，黑棋提掉，白棋继续的打吃、嗯、打吃。这个时候啊，黑棋没有接上，到这里边来先冲白棋，先点在这儿吧。嗯，他是想继续劫财吗？点，然后白棋爬。对，啊，然后这个黑棋，嗯嗯，开劫，非常强硬的打劫。嗯，这个一旦劫胜了，这是白棋太危险了。对，这块白棋是没有完全的安定啊，嗯、还是一串这个孤棋。嗯，主要是黑棋有这个大劫财。嗯，对，黑棋继续吃提劫，这一个劫就打爆了啊。这个时候白棋 无论找哪个劫，我想黑棋都给它提掉了、嗯、抓了你再说。对，所以白棋也就长出来了。嗯，打不起，接住，白棋退出。对，退，这退是什么意思呢？退一个，主要是这个棋，这个拐应该是绝先，嗯，一步就可以一气吃黑棋了。嗯
他也是为了自己这个出头吧。嗯嗯。那黑棋先拍，接上。嗯。这个角上，这个其实这里边已经现在是个。这个劫杀啊、哦，就是一个拐先手嘛，是一个劫杀白棋。嗯，这个长其实有先手，这里边应该是个劫杀，因为白棋可以先在这里断一下，嗯、断一个。对，这样你没有办法一气吃我了。对，这样只能吃在这儿。这个、对，然后我再挖一个。对，挖打。白棋现在可以粘，或者我单拐一个，对，我单拐一个就可以了。嗯，我挖的话，黑棋有可能冲一个，不要那两个。对、嗯、我现在单拐一个，这里边白黑棋只能是劫杀白棋了，只能通过这个打劫。嗯，打吃走这个、嗯、然后这样对白棋提掉，主要是黑棋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劫，嗯，这也是一劫就打爆了，你提硬劫我提过来，那黑棋就是所有的劫我都不硬了，那我提了之后整个这块白棋也很危险了。嗯，这个地方没有子，对，这个没有。对，主要是这里有一个黑棋，当初这个弃子，还是弃的非常值得啊，在这里用掉了一枚劫材、嗯。然后，如果白棋想用通过打劫来吃中央呢，黑棋还留下一个救命的劫材。嗯，这个是让白棋没有办法这个改变的事实吧？嗯，所以虽然这里边看起来是有棋的。但白棋还是不敢马上的去开劫。嗯，白棋拐，黑棋接住。嗯嗯，黑棋接下面。对，现在白棋依然有这个打劫的手段。嗯啊，现在先断一下，然后闭气。对。对，或者白棋现在接在这儿，然后黑棋拐，白棋闭气，黑棋往里边扑一个，这样都是打劫。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个地方黑棋有一枚致命的劫材，嗯，都是白棋，实在是没有劫材去打这个劫，所以白棋就先接一个，嗯，看看事态的发展。那黑棋就把自己这个毛病补掉了。对，算了，我补上了。那白棋再飞来做活，飞，黑棋靠住了，居然。对，因为这块外围白棋还是没有安定啊。嗯，对。但是关键是这个棋非常强硬，黑棋下的，嗯。强硬哈。对。但我觉得怎么感觉像白棋强硬，他这会儿搬。嗯，白棋不忍，无法忍受这样去做活。这个棋主要是白棋这个退回来，黑棋再退，白棋还是没有活，你还要后手做活。嗯、虽然说这个地方有先手，但是你这样委屈的做活，对于李世石的性格，他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嗯，嗯，他就是说宁愿输了，他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去输，啊。嗯，那这个搬了被人断了，所以他也就强硬的搬出来了。那黑棋断掉，那这个白棋不怕死吗？嗯，对，这个时候，白棋因为这个地方有拐，可以跟黑棋来对杀。嗯，黑棋形状上还是稍薄一点。嗯、当然，李世石他的用力肯定不会是这个漫无目标的用力，他这个地方肯定也是算到了啊，不怕这个黑棋这样去打下来。嗯嗯，白棋这时候可以先加一下，先加一个，对，先阻度啊，阻度的同时呢、嗯，如果黑棋敢立下来，那我给你吃了。对，如果黑棋敢立下来，这个时候
白棋可以拐一个。黑棋搬的时候白棋断是不成立的。断我吃我搬就白棋就死掉了。白棋这个时候有这个挖一个解围的好手。非常巧妙啊。对，这个挖一个的话黑棋似乎没有马上吃掉白棋这样的手段。如果是你去吃在这儿的话，我就给你，我现在可以走在这儿。对，我可以先把我这个眼团上。那你黑棋提掉，白棋再一打，这里这个劫黑棋打不起啊，接上，然后白棋长气。这样这个上边黑棋只能是打劫吃白棋。你要打我就对跟你打劫。打劫又来了，那个考验的地方还有一枚劫材。但是这个外围这个地方白棋是不是有劫材了？对，白棋这里是有劫材的，白棋有劫材，所以白棋也不怕。我接在这里是劫材，我提了你也受不了。对，情况不一样。对，这里白棋有劫材了，所以白棋敢跟黑棋去打劫了。那这个时候就轮到黑棋不敢去打劫了，所以黑棋也就没有去强行的去杀白棋，没有选择立在这儿。黑棋尖住。对，让这个白棋连回来。这个地方是，对，是这样的。那白棋度过了。对，这个棋，白棋也不敢拐。这个双方应该说计算的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时候白棋可以先打一下。你粘上，黑棋再下力。那这是有眼伤。这里边对白棋得去做一只眼，它是不能闭气的。对，那这里边就变成了双活。双活外围这三个子还没有活，黑棋这块白棋也没有活，所以这个白棋不敢这样去选择。所以实战白棋选择了稳健的度过。度过。黑棋挤，就这个。爬。爬。挡住。然后白棋这时候搬了一个吗？没有，白棋到这里边先接了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呢？失应手吧。应该。对，就是失应手提。对，这样他闭上气之后，这个是绝对的先手，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白棋还是确保自己活棋吧，这个地方能看清楚了，是白棋的绝对先手了。那这个有走掉的必要吗？他不是什么时候走都是先手吗？对，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你先手了，他被他提掉，他就是交换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吧。这个地方是无关紧要，不太重要的地方。对，反正也得这么走。对，就是强调一下这个绝先吧。白棋好像从这里边钻出来。对，白棋出头了。黑棋断。白棋往下拐。搬。搬。白棋再顺势往外拐，拐打。黑棋就提掉了。对。这样白棋粘住。对，白棋粘住。这都没有别的选择。这样白棋就成功的出头了。而且黑棋是夹道欢迎啊。对，基本上就是双方必然的这样的下法了。黑棋继续爬，白棋对
长，然后这个时候黑棋跳出来，对，出头，那这块棋应该说死活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个地方因为有先手，那个地方还有一只眼，这里哦，这里没有眼啊，但白棋以他先打了，先打了一下，这个白棋比较细腻的地方，他是担心被黑棋先冲一下，然后你一补，我这里又刺又先手，让白棋的眼型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他先走掉，嗯，这大概也是刚才他交换掉那几手的这个原因哈，对对，嗯。然后白棋逼住，逼住，黑棋挺头，对，挺头，强调这块出头的同时，强调对白棋的攻击，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眼，白棋是两只后手眼，嗯，那白棋就先做了一只，对，这做上这个活了，三眼两做啊，对。但是这个时候白棋还是有点担心，这一带一旦黑棋子力多的话，黑棋真有这样的，如果我的控不够了，我真有这样去强杀这个白棋大龙这种愿望啊，对，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心啊。那果然这个黑棋就要在这一带这个筑城，这个黑子啊，筑成黑子，如果我这一代我即使不去杀你的话，我这一代有先手，那我这一代这个中府似乎还有一点潜力。嗯，白棋围，对，白棋也只有围，然后不能让人穿下去。然后黑棋碰，对，碰，搬。这也是黑棋的先手权利。哇。大吃接住，白棋粘上，对，然后黑棋再刺，这中间眼看着都是黑棋的哈。对，这个时候刺白棋也只好去连，如果这样再被冲断的话，黑棋的目数应该是领先的。对，这个时候白棋补棋，黑棋。肩上是在这里尖，那现在的目数上来说应该盘面差不多，但是呢中府黑棋有潜力，所以这个棋白棋可能判断挡住的话不太有自信啊，直接选择了冲，对，如果你挡上的话黑棋还可以这样去收刮白棋，还可以长，我要冲了打啊，继续的收刮，我这一带要围出来一个贴木，看来还是绰绰有余的。那就说这个挡还没挡着什么东西是吧，白棋？对，那实战李世石是选择了出击，但是这样的出击呢，有没有把握呢？也使这个局势就更加明朗化了。是明朗化，是谁有利的明朗化？应该是黑棋吧，因为中府都是黑棋的子，而且我这一代都有先手。白棋突入黑阵啊，看能不能有什么效果。黑棋是长了一个，黑棋长了一个。我这里要冲这个目数上，我还有很大的便宜。白棋这个时候没有给，白棋就直接断了。白棋给了，先断在这儿。对，先断在这儿。然后黑棋拖出来，对，黑棋这个时候白棋当然你要连回家是一种下法，但是这个时候被黑棋在上方冲过来，对，那下上面已经亏了啊，目数已经送了，对，这个目数上黑棋的贴目应该出来了。对，这个时候也不能退缩了，白棋是选择了非常强硬的把黑棋分断，来强调黑棋的这个弱点。然后再打吃，
贴上。但是由于啊这一袋黑漆太厚了，嗯，白漆对冲水、这个、冲，嗯，这个地方有反冲啊、它现在没冲，黑漆黑漆也就出头了，退回来，嗯，白漆补上，白漆粘上，嗯。黑漆拐住、嗯、对，黑漆拐住之后白漆这三个反而被黑漆围在里边了，这三个要逃、嗯、似乎离家太远了，对，但是如果不逃被都吃在里边，白漆那肯定是输的更多了啊、嗯、那就白送给人家了，对、啊、所以白漆这个猛然在中府出击的这个下法呀、啊确实把局势更加加速了，这个白棋白棋的失败，嗯嗯，这个还是稍欠考虑是不是，对，有李世石这个地方下的还是有点冲动，因为毕竟这个地方还是有这个有弱点的、黑棋还有硬来的棋啊，对，现在主要是外围黑棋太厚了，黑白棋怎么样连、嗯、看不出来有连的方法，对，就家乡太远，那这三个基本上就要死在里面了，嗯，那现在白棋是在这一带走了吗？嗯，白棋先挤了一个，嗯，好，先强调这个白黑棋的气紧，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嗯，这个搬出来了吗？没有，他先飞，嗯，先飞了一个啊，要连，需要也确实需要往下连了。对，然后也顺带照顾一下这个，嗯嗯，那黑棋就。对，我就把这三个子吃住，这个出木、嗯、这个贴木总比贴木大了，这个嗯白棋靠靠这，对，靠这，嗯啊，挣扎不能被黑棋吃掉，但是最终可能也是被吃掉了，嗯嗯，他是在试图的逃跑，对，搬里边，嗯，白棋往外长，嗯，长一个，嗯，这个棋它要是断，嗯，黑棋长一个，长出来就行吧，嗯，黑棋长在这儿，嗯，对，黑棋长在这儿就行，嗯，黑棋长在这儿就可以了，嗯。嗯，你顶在这儿我可以藏出来，嗯，你藏在这儿我只要粘上就可以了，嗯，这里要断了，不行不行，所以它藏在这儿了，嗯，比较无奈啊，这么藏出来黑棋就切断，对，接上了，再接上，白棋回过头来把这个挡住，嗯，转了一大圈，对，这个挡呢它是防止被黑棋上边有一个仙鹤大伸腿，对，这里有一个仙鹤大伸腿，嗯，仙鹤大伸腿呢应该是有这个大概先手九目棋的价值，嗯，所以这个是逆收，这个仙鹤大伸腿到这儿，黑白棋得补在这儿，所以一二三四五啊，五目啊，这里边还有一目，嗯嗯，大概有五六目棋吧，啊，这个挡住，对，这个挡，如果说这边白棋有先手搬粘，大概是有九目棋，那现在应该是有六目棋的这样的价值吧。嗯，逆收六目，嗯，逆收六目，对，也是很大的，对，然后黑棋把这个挡住，这个也非常的大呀，对，这个也非常的大，因为嗯，如果说白棋走的话，白棋其实有一个官子妙手，白棋不是去拐在这儿，嗯，拐的话呢被黑棋跳了一个，对，被黑棋跳，嗯，这样，嗯，虽然是先手便宜，但是白棋这个时候可以点在这儿，嗯，这儿，对，哦，这个还真是跟杨老师学了一招啊，嗯嗯，黑棋不敢挡，不敢挡，
如果挡这个棋得被断掉，被人家断了，对，白棋一断这出棋了，黑棋没有办法分断啊，如果是顶也是不行，最简单的白棋就搬过了，对，单搬，对，这也过去，那所以这个棋挡上也有，挡上有棋的价值，对，这个至少要有九目棋了，这应该，哦，对，这个挡上它主要也有后续手段，有这个点加，点进，它不照这个挡小吧，这个，因为如果说单拐的话，那价值肯定没有这个大，但是它可以点进去，有这个点破空的好手，那价值就应该在十目左右了，十目以上了，白棋跳一个，黑棋挤，挤，然后白棋挺住，这里边还有几步棋，对，这个棋我们看，就是说现在这个顶了之后啊，白棋这个地方要冲断，黑棋就补上，黑棋把自己的这个补上了，我们可以拿这个里面的棋子，行，黑棋就把这个补上了，然后白棋接，对，白棋接，对，我们这个黑子有一点不够，所以先把这个死棋先用上啊，这个时候黑棋就接在这儿了，对，黑棋接上了，然后白棋接下，这里边有点，所以白棋接在这儿了，对，接在下面，这样我们还是利用一下死棋啊，马上结束，这个顶没有子了，然后黑棋一望，对，白棋打吃，对，黑棋粘上，黑棋粘上了，这棋就头子认负了，这个时候白棋已经没有办法接了，如果接的话呢，这里边这个棋一断，这里边杀气不够，其实也没有杀气，这边我黑棋有连，这边有断掉白棋，等于这块棋就白棋被完全被断在里边了，这样这个地方很抱歉啊，这个地方的有黑子，因为我们的黑棋子太多了，黑棋用掉了，那这盘棋呢陈耀烨就中盘战胜了李世石，在春兰杯决赛当中啊，他是以2-1获胜啊，也同时呢获得了他个人围棋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而且这个春兰杯的奖金是冠军15万美金啊，对，然后亚军李世石是获得了5万美金，那也是这盘棋应该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陈耀烨这个飞出来来跟黑棋来跟白棋去纠缠，应该说奠定了这个布局阶段的这个优势吧，对，后边应该说计算也是非常的准确，而且弃掉这些黑子啊非常的果断啊，可以说这盘棋是双方都下得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也是祝贺陈耀烨能够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吧，这么多年啊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希望他在以后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发挥的更加出色，获得更多的世界冠军，好，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您正在收看的是网络棋牌频道。您正在收看的是网络棋牌频道。